辣条辣条啊，用一到十画娃娃，画出一个简历包辣条啊，走过路过都来看一看啦。哎，小伙子，小伙子，看看，你这真的假的呀？真的，就是用这个一到十呀、啊、画娃娃，你画出一个，给你包辣条，怎么样？试试？哦，那试试吧，来。这咋画呀？会了吧？得了，能拿一包辣条了吧？虽然你这画的丑吧，但是赶紧上一个吧，一包小的。哎呀，画娃娃了啊！一到十画娃娃，画出一个简历包辣条啊！哎，美女美女，看一看，挑战用一到十作画。意思是这个画上必须得有一到十是吗？对，画出一个给你包辣条，怎么样？啊，意思是这个一到十必须在画里头是吧？哎，哦，这简单呢，来来试试。啊，不是，你这画的啥呀？这是，这都看不出来呀。这不是个帽子吗？这不是个鼻子吗？嘴巴、耳朵、眼睛，啊、这不是就个人头吗？哦、啊，人头啊！那必须的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我一到十我都画出来了，是不是给我十包辣条啊？来，给你，给你，来笔还给你。算了，送给你了。哎呀，高手啊！这也不像啊，你们会吗？卖辣条了啊，辣条假一赔十了啊，卖辣条了啊。哎，这玩意儿挺好吃啊，卖辣条了啊，卖辣条了啊，加一赔十啊！看他二傻子又卖辣条，卖辣条了。走过去逗逗他，老有意思了，这二傻。走。卖辣条了啊！嘿，小强，又搁那儿卖辣条呢？咋的？我不卖你养活我呀？我养你干啥？你是我儿子呀 ！Oh no！ 这四处的臭奶，咋的？买辣条呢？哎，你这不是假的呀？都是真的，假一赔十啊！都是刚进的货，可好吃的。你看看你这袋子上，这都啥呀？这都啊！可好吃的，跟你说。那你袋子咋这么脏呢？不是，我就说你平常拉的吧。你看你这袋子上这么多油，一看就是假的。你吃外面吃里头啊？里边可好吃的，跟你说，刚进的货。哎呦，我觉得这种比别的好吃。啊，都好吃，你随便选。我觉得这种的比这种的好吃，都好吃，都好吃啊。那咱们吃一袋吧。啊，吃一袋吧，这袋吧，听说这袋挺好吃的，是吧？就这玩意儿，我跟你说，这辣条。哎，少强，这咋是空的呢？就是你这一点不老实。嗯，行了，你拿十袋吧。我们不客气了，就十袋，多一袋我都不要，正好。走吧。不是小强，不是我说你，这做人不能这样，知道吗？哎，就那水吧。不对呀，我记得我刚才还有呀。哎，你俩给我站住。挺好吃的。
现在时间还早，睡会觉。鸡腿啊，嗯，那5块钱一根。哎呀，我在隔壁买的，买贵了，我得过去退了它啊。啊，等你啊。哎，我鸡腿。咦，那个偷姑娘偷俺鸡腿。嘿，那个臭婊子，给我站住！打死你个龟孙！老板，拿一瓶那个烟。开烟。那个。这个。对。啊，这不吗？那、就是这个。多少钱呢？200。行。哎，老板。啊。就这烟，给我也来一条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兄弟，这烟就剩这一条了。你看你俩这。就这一条了。啊。不是，兄弟，你给我呗。我先来的，不给。Oh, no. 你给我。先来后到，不懂啊。不是，老板，这烟多少钱？200。我出300，给我，不给，400，不行，不是，大哥，这钢盔你是想咋？400能不能行？不行，500，哦，500呀，行，给你钱啊，来，来，正好，走了啊。咋的了、不是兄弟，你这烟你拿了，钱你也赚了，是不是得给我点啊？我说他拿烟走了，跟我有啥关系呢？ Oh no！ 啥情况呢？哎呀，咋还没出来呢？哎，老弟儿，这办法咋样？没毛病啊，没毛病吧？啊、来，钱我拿着，走。下家，服务员，哎，来来，你好，需要点啥呢？那啥，面多少钱呀、面呢？面蒸碗是8块，大碗是10块。Oh, no. 这么贵呢？不是，这还贵呀、这不就这个价吗？有没有点便宜的？便宜的，这面就是最便宜的。有了，那面汤免费。哦，面汤免费啊。嗯。哎，你给我来碗面汤。Oh no！ 就要面汤呢。啊，就要面汤，快点啊！哎呀，面汤。哎呀，热乎的啊。不是美女啊，我给你表演个才艺吧。啥才艺啊？就这么热的水、你信不信我就这徒手能把这面给你夹出来？不信。你直接给我拿筷子。拿就拿嘛，这么凶呢？快点，饿坏了。
哎，美女。啊。哎呀。哎，美女。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么美丽的秀发，这么完美的身材，棒，很棒，很棒。哎，美女，方便吃个饭吗？嗯。那加个微信怎么样？好。晚上约个电影有没有时间？嗯，有。有啊，那咱们一会儿联系啊。哎呀，真好！哎呀，棒棒嘞！你好。嗯。好了，你的菜齐了。啊，我也没点菜呀。容我给你解释一下啊，这个呢是美女可以吃个饭吗？这个是美女可以加个微信吗？这个是美女可以约个电影吗？啊，这个是388、488、588，微信还是现金 ？Oh no！ 刷卡吧。刷卡，好的。干出一个坑出来，又进一个坑。